好，開始。係啦，我而家就想講一個 drill， 就我覺得其實平常嘅我哋做 buy， 我相信大家咧其實喺網上都見到好多嘅動作。呢幾個 drill， 咁我想將呢個 drill 咧就加入喺我哋有效嘅所有嘅 warm up exercise 入面 drill。第一個就係講兩拍。我呢個可以好簡單嘅啫，我入去，我係想我呢樣咧，你要走嘅時候還原，入還原。OK， 第二個 drill， 第二個 drill 就逐步嘅 lift jack， 你準備啦，就係啦，有少少似心臟。OK， 第三個 drill， 唔低，轉 lift 又轉。第四個，佢身地一隻腳，呢只腳上嚟嘅時候，個 partner 會幫下你啦。我要做 overhook 嘅手。跟住我就還原。平常嚟講咧，我就可能會要求同學喺每一個動作就爆一分鐘嘅。今次咧，我就特別啲啦，我就連續過兩分鐘，沉埋嘅。做咩咧？就四下動作，一、二、三、四，沉翻嚟，直一、二、三、四。再循環嘅轉，跟住就慢慢去頭先個動作，一二三四，不停咁循環兩分鐘，咁就不停咁 switch 得唔得？係。過去要翻返中間再去做。咁啊，下面咧？你講緊邊個動作？第一、第二、第三、第一個。係啦，如果唔明嘅第一個動作咧，就係依度一，你放翻去依度中間嘅時候，放翻嚟依度再去，放翻嚟中間再去，放翻嚟中間再去。我只不過將佢做得快，變到見人有啲人咧做得快，你就會跳嘅。但係你自己好明顯 feel 到邊只腳先嘅，你好明顯 feel 到呢只腳去入先嘅。不過你快就好似望到好似想齋跳齋跳咁嘅啫。咁啊，見人啊 ，OK， 大家試試。